一般的战士们来上，第一个，经过科长的洗礼，小心，是吧？好，下一个。你看我给刘肯定补上，下一个。 潮吗？身上不潮，我感觉我不够。那我跟你说，大牛，你要相信我，我已经喷完了，但是你没喷完，我已经喷完了，全湿了。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来上台阶。没有，我都已经湿成这样了。上台阶，上台阶，我们也喷了，给我。 我们不穿吧，快点来，一二三，热身到你了，碰撞，我觉得我应该拿个顶，不是一个，别松手啊，一直坚持住天亮啊，可以，把它放了个。 肠子呀、肺呀、什么的呀，该接触的接触一下。嗯。哦，黑科长学的真细节啊！